點解你中意投資基金嘅？係啊，因為基金同沖咖啡好似，要了解各種咖啡豆嘅特性，先可以組合到唔同層次嘅味道。咩叫重質重量呢？重質就係要了解客人嘅期望，去調配合適嘅口味；重量就要為更加多嘅客人帶嚟更加多回味。重質重量同樣係我哋嘅信念。致富强调投资服务的质素，更重视客户获得的实际回报。理财重质，仓库重量，致富。